你们都不动车，是懒得动还是？一部分是懒得动，一部分是保车，都有。就是保，但那个绝大部分是保车啦。就是有这种臭智障。谁知道他会在那边抓？没有，如果你要在这边重生的话，你要在这边重生的话，第一要点就是一定要先看有没有抓。你被抓两三次就知道了。Bendy 在这里面哦，油度。是了。我看一下那边后面还没有。撑小啦，楼上。他怎么走出来？这边。他门在楼上。A really big fucking hole coming right up. 这边啊。啊！最后一次没解决掉。那点内，点内。你们两个应该 OK 吧？右边，水哟、哦，水哟、哦，啊！这个洞也过不来吧？过来吧，蹲